Hello， 我是医生，我是娜娜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哦，现在是猪年的一开始，对，猪的起头。我们猪的，不是我们猪，只有你。我们新猪的一年首播就在待会礼拜五晚上11点钟喽、哦，开心开心。然后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，哦，所以我们拿着那个灯笼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可爱？bling bling 的，哇，跟现场这个灯其实蛮像的，哇，发想不会就是从这里来的吧？对呀、啊，好像鬼灯笼嘛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觉得很有巧思，是做眼珠之外，你看它下面做这个须须，哇，好像水母哦，像天灯啊，对，好可爱、啊。然后大家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个鬼灯笼哦。哦，要如何获得呢？就是要参加我们元宵猜灯谜活动。是哪一集啊？就这一集啊。就是这一集啊。今天就这一集。就灯笼这一集、啊，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一集。哦，这集送这个哦。嗯，对不起，我以为说待会播的那一集。没有，是元宵节。哦，这是预录。哦，对不起。你一直破梗，很讨厌呢。对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个会剪吧？他不是说不会剪哦，啊、直播哦，不剪哦。这不直播吗？你很逊哎、欸。我以为对不起，我真的忘了。对啊。所以到时候呢，如果你得到这个鬼灯笼的话，你就可以去参加元宵节的活动。提着这颗眼球的灯笼，会有十组很多、欸。你怎么这样子笑？这个超棒的，拿出去都不会撞灯笼哎！真的、欸，你最帅的就是我们这个灯笼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还可以请医生娜娜在上面签名啊。对，总共有十组要送给大家。哦，大放送哎、欸！这个真的很用心哎，这个应该不……对啊，这是你们自己做的、哦？不是，但有加工啊，我们有加工。好可爱哦，那我这个就带走喽。没有办法，那是要送观众的。十个就包含这两个，对，包含这两个十个，不好意思哦。而且提示的灯笼就想要一直晃它，因为它下面这个裙摆摇摇的感觉我头好晕哦，我头好晕哦。也是有一种催眠的感觉，对，我有种想睡觉的感觉。我说到四五六，你就会听我的指示；我说到七八九，你现在就会开始脱衣服。我说到七九七八九，你就赶快走到那个密室里。不要，不要。今天的节目第三关跟这个有相关了，我已经提醒大家了。今天的第三关会跟我们的鬼灯笼相关，所以大家呢要记得锁定我们的淘宝吧好兄弟。没错、就这样，拜拜。元宵节快乐！这不是直播、啊。